宪兵啊，宪兵的颜色跟上次看颜色不太一样，上次看绿色的，不喜欢绿色，不同色。他已经换完了，他走了。用一直走，用这样的步伐走到里面的够不够？走到里面来看。哎，你要看一下你们家女儿。放风筝。怎么样？哎，不要不能。他们要降旗呀、啊，阿婆、啊。要降旗呀、啊。要降旗哟、哦。对啊。哎呦，你们再走一圈。就是一定要走转九十度啊。啊，天好。泡面，我啥都觉得那些，给人家拍的那个会。
看到，你放用直的拍啊。直的。用这样拍就好了。你把那个啊。喂，干嘛？不是，你要先把它关起来，重新再放直的拍就好了。要等时间到。你的对对对，我讲。
妈，到了。到了。